也是观光列车上的白山岩，一月十一号。发站发站。六点十五分，十五分，然后开的是星期四哦。然后发站就被用了数里。那个什么，也有七百型油气，而且二零二八全的，然后再发站十六。叫一台九八。九八九，然后一发车就换线，然后机油，那平均收要三分钟就完成了。Please mind the gap. 快到了。上个错，他的电话中心能健康运作。我相信是二零零九，三千零六，我偏够的，你说他今年比较好。有的是这样子，看我们清楚。点十八分，
啊！我以为你不在耶、欸，你真的是哈，我好几年了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竟然把我关起来，因为我一直以为你不在、欸，对啊，好几天呢、欸，你都没有出现，你知道吗？你快躲起来！为啥躲起来？你最近被督查哦、喔？对，你是怎么了？干嘛不过血流？我以为你又被叫走哎、欸，吓我一跳。没有啊。你以前都待在这边，又想什么阿郎嘞？刚才后面有电波。啊，你要跟我讲一下啊！我跳，你马上冲出来，我想吓我一跳。哦，好险，我有下车，我东西要有带了，要不然我待叫你说，哎、欸，微微，帮我扣他哦，扣第二张砸东西啊，好险、哦！我就想说，现在你到底跑去哪里？对，都是你，因为我早上就在等你，我想说要给你看一个东西，收东西。